拜，我说句实话，你看了就是会感动啊，这么多人然后一起做一件事情，那他不是说做事做的，就是他一个很公共的议题或诉求，这么多一起做，那个气氛，其他都不用再多讲什么话，你就觉得感性的。其实很多东西，其实这很现实啊。我说句实话，包括现在媒体，不见得是好，但是你要预成就是说，尤其影像的媒体，这个感性是驱使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很大的动力。人有时候很快，这个人，你跟他讲很多的道理，他不一定会做。可是你只要有一个东西感动到他，他从台北跑到高雄，他会愿意去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大家自己会想一件事情，有时候你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千百个理由，你就觉得哇，就明天要考试，然后什么要忙。可是突然有一个人说有一只狗，然后可能要接力从台北送到高雄，中间没有人，可是这只狗很可怜，然后一定要在几点送到飞机上去。你可能你是一个爱狗的，就觉得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帮这个忙。人就是很怪，就是其实这种感情的东西或感情的东西，它会控制很多。但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把它给它滥情化或怎样。可是我必须要讲的，它就是有两个成分。好，然后这个东西我必须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。一个专业记者，他有很多什么正反平衡啊，等等一些弊症。然后我们常常会写东西。当然，如果说纯粹只是写一个，比如说你的一些去哪个社区玩，然后对那个社区的感觉或那个社区的美好，那个都没问题。那如果说你开始去写一个东西，它是有争议性的时候，哦，你可能就会面对到说，因为你有批评的对象。那你这东西写下去，或者被告，这很现实。可是我先讲，就有两个，不用说一下子对于这东西你就不敢碰，我别再下两个，不必这样。其实我想说有两个准则啊。第一个，好，说你讲的所谓的指责或者传述的事实为真实，为真实不是说证明为真啊，为真的那就不用写了。你如果说什么什么。啊，比如说，你常常讲说谁有污钱，或谁有什么东西有一些那个不明的那个金钱不明的流向。今天第一个不是说，我如果说证明他伪证更不用写了，他就准备要被抓去关了。可是你如果说有证据，有一些迹象，哦，比如说你看最近在写那个证案，那5000万，你5000万真的突然就那个账户就突然就没有，这事实啊，你可以写。我不要讲你那个钱怎么没有，但是你没有那是事实，是不是？然后或者有人跟你讲，不是你自己坐在家里，对不起，某，然后什么他的钱突然就没有，那是你自己讲，但是真的有人跟你讲一些讲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有他的一些基本的根据，可以写，但是你不用把它写到死，所以写到什么呢？就说啊，他的金钱啊什么。他有一些债务，然后突然就不见，啊，很简单的。但是我没讲你的债务怎么不见，就是我没有讲你说你的债务，我只在讲个事实，你的债务真的不见，是不是懂这意思吗？那第二个很重要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写很多东西，其实跟公益有关，公共事务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今天我不在讲说，那种私底下的绯闻啊，或什么那个东西，其实。所谓私德或者我觉得那个也不是我们该管的事，但是我们如果做的事情是一个公益，比如说淹水的地方该怎么整治，或者这个淹水工程根本没有做好，这是公共事务，就任何人，这个不是说只有媒体在群里去做公共事务批评啊，任何一位民众，不管你在部落格或者在报纸投诉，你对于公共事务你都有权利去做你的见解或你的评论，那是一个权利啊，那是一个基本上人对于公共事务的一个发表意见的一个权利啊。两个，一个它是公共事务，第二个对于里面的一些比较的东西，它是有所谓的真实，不是说就是有嘛，就是说，但是它的确是有些迹象哦，
比如说最近在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个谁，就是赖少那个苗栗那个以前的地震部队，对，其实我没有说谁杀他，可是你懂意思吗？他所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那个就是事实。哦，他的字以前不是这样写的，哦，他的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什么，不过这东西因为已经是检察官那边出来的，那就可能你也是在传输。可是问题是说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大概知道，哦，比如说用你比较亲身的例子，好，哦，明明那个啊，哦，这个比如说这个河以前这么宽，水是可以过的，然后他现在把它做窄了，加了水沟盖，水全部流在河道外面来。那你这样写，以前还没那个还没重新建设之前，它的水是可以过的，然后加宽之后，它就那一天一下雨，水就流到外面来。哦，然后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？你没有说好，水真的流出来了，事实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没有跟你讲说，这个工程有弊端，我讲这是后面的事情，后面要去追的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你去写，当你去写一些公共事务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很担心说这可不可以写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心里就是记住这样：第二是公益，它是一个公共事务，哦，它不是什么你家的门，或什么你家里面的事情，它是一个公共事务，跟这个公共事务有关系，哦，你有权利去写。第二个，当你这里面是开始有一些判决的时候，哦，也不要乱写，我不必知道谁，只说谁做了什么事，但是他的确是有问题。我觉得那你是可以讲出来，我没有指谁，我也没说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这事情的确是有问题。哦，这两个 ，OK， 好，大概像有没有什么那个，可以啊，看到，但是那个一样啊，就大家有什么可以，他说想要上次有些可以进去。